第一个提示，请看五秒。北部先炒，那南部呢？北，你还好吧？你有灵感呐？一元粽子，北部粽。哇塞！哇，你好棒啊！哇塞，真的假的？了不起！哎，如果答对的话，我们全部起立鼓掌。好，这是一定要的，一定要。粽子是粽子还是肉粽？讲粽子好了，比较统称啦。粽子跟这样会有差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们标准答案有差，差一点就有差，是不能错。所以说要讲很精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讲哦，粽子跟肉粽不一样，是吧？粽子跟肉粽不一样。那我要讲比较精确的，还有菜粽，还有减重啊，因为减重就没有什么炒不炒的问题。你讲肉粽啊？哎，肉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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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肉粽，肉粽，答对了吗？请起立。美食达人，美食达人，太强了。OK， 马上进行苗博雅的九宫格攻略赛，请就位。苗博雅同学，台大法律系财经法学组，是吧？是，很碎，很久以前的事。怎么说？要说我世新毕业了，那就三十几年前。世新好学校，哎，在我家旁边，我住世新旁边三十年。台大好学校，我上课一定会经过的。就是要这样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题目，因为你已经来过了，要再出不一样的题啊，你知道也是不容易啊。那之前来的答的不够多嘛，所以没有用到的题目，没有浪费太多。对对对，没有浪费。也因为你要看一下我们的梦幻大奖哦，大家才知道所谓何来啊，请开门。我们与奖的距离很好，这边呢有来回机票，长滩岛啊，啊，宿务巴拉望的那个来回机票，而且是双人哦，双人哦，海水湛蓝，你想那个，我靠的，不会有这个动作，这是什么动作？这是什么？请公布他的九宫格攻略赛题型，扎扎实实的五分钟，面对的题型分别有。搭猫染，注意你的选区。哦，对对。读法律的都就是你读法律。爱喝可乐，恰恰记，恰恰记是什么呢？哦，因为你喜欢中华职棒。嗯，看棒球。你是职棒迷。对对吧？希腊酒杯代表的是你对酒的知识是略懂的。哇。哦，但是还不知道你是哪一种酒了啊。买东西典故题，哎，你会购物。阿苗料理考验，你会做菜是吧？不敢说会啊，就是自己照顾一下自己嘛。Okay. 肚子的时候煮个泡面这样。同志动物，因为你的对于性平，你是在推动性平的，啊、嗯哦，性别平等，对吧？从哪边开始？从猫懒好了。拉猫懒，五分钟准备倒数，进出题。猫公缆车每星期的哪一天是保养维修日，不会对外开放 ？A 周一 ，B 周二 ，C 周四。我的答案是星期一 A。你锁定。你可以更快的，你知道？哦，真的哈。哎，其实把时间。所以就在抢时间。我觉得答完九题的那个几率真的太低了。怎么讲这种丧气话？你在说我打你哦？我不许你这样。打哪边？不要逼我。OK OK。这送分题有什么好想的？啊？个性就是稍微有点优柔寡断。那怎么可能？谨慎考虑个一两秒嘛。优柔寡断。嗯。会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周一，请揭晓。猫懒周一不对外开放哦。哟吼！恭喜。我们这个木栅动物园不会再迁了哈，已经从圆山迁到那边之后，它不会再迁到下个地方去了吧？你说现在要迁移在台北市，你要再找也很难啦。说真的，现在是品质的问题，因为有时候像我们新增的一个政策，说动物园现在动物园有休息日，其实你要让里面的动物啊，它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喘息的空间嘛，所以我们其实有在渐渐推动把这个动物园的品质提升上来。听到没有？这真的很重要。议员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游客多的时候，动物是不会呼吸的。哎，对啊，动物有心情问题嘛，因为它你把它关在那边，其实是违反它的本性。嗯，就像我们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也是。
供大家观赏。偶尔要休息，偶尔要休息。没有这个问题，真的没有。哦，好好，尽情表现。OK， 你的舞台就在这里。好好，好不好？第二题，请选择。第二题哦，选那个棒球好了，棒球的。恰恰记，恰恰记，请出题。什么记？恰恰冯正敏日前完成了个人中职生涯2000安的里程碑，成为了史上第二人。请问第一人是谁呢 ？A. 林毅尊 ，B. 张泰山 ，C. 王光辉。我的答案是泰山 ，B。B， 请锁定。林毅尊是道帅，对对，道垒王。我在看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教练。陈哥不舒服啊，陈哥不舒服。但是你知道他的辉煌记录，辉煌记录，对对对。我们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接触的早，我们从职棒元年开始看。嗯嗯，对，是。那王光辉他打击没那么强，是强棒，但是不到2000安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所以我就选，就是我在看的时候还有持续在奋斗。史上2000安的第一人是张泰山哦，请揭晓。恭喜小队，漂亮！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补充说明一下，来，请上网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恰恰是在今年终于啊，在他的职棒生涯19年的这个时刻，达到了2000安这样的一个里程碑。那他的上一个呢，就是张泰山，在2013年的时候呢，夺下了2000安。而在张泰山的整个职棒生涯当中呢，他总共敲出了2134支安打。而恰恰的部分呢，他的这个打数呢是5998个打数，然后终于是在这个时刻拿下了2000安，非常不错。打击率这么好，你要打够久，你要累积这种数量，要打非常久。对，还有呢，他刚刚打的时候累积19年，再要健康哎，就是中间不能够因为受伤，所以就那个退出，很困难。你也是啊，你要为选民服务，你也要健康。这个要好好对了，对了，对，好好活下来，好好活下来，要坚强，要坚强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固定每个礼拜一维修什么的？其实我们跟猫懒差不多哎，我们那个团队有时候如果假日比较忙的话，就是星期一可能会休假的。但是我本人是责任制啊，没有假日，所以对。我也是。我相信呢，因为每天都看得到你。重。对啊，很沉重哦。来，是一万在门口了。第三题，读法律的都怎样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读法律的都点点点，都点点点，自己写。都怎样？谁知道都怎样？那个看题目就晓得，那個，就他是吧？嗯，对，就他。对，请出题。根据一项研究发现，大学选择念什么科系跟个性有关，哪个是法律科系的学生的普遍性格 ？A. 自律且有组织性 ，B. 爱交友但是难相处 ，C. 饶富创意易焦虑。我的答案是，就承认吧。我的答案是 B。难相处，请锁定。嗯，因为这就是你大概在爽什么？这就是我，所以对。你爱交友但难相处。对啊，怪。因为他刚应该说念法律的都点点点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一个接龙，就是念法律的都很机车，这是我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心里的想法。对，所以那这个会不会有点矛盾？爱交友又难相处，那会不会矛盾？所以就很机车啊！如果说难相处，他自我封闭，都不要去交友，这样不会打扰到别人。但是像我们就是个性机车，又很喜欢跟你做朋友，然后讲没两句话，那就奇怪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所以我懂，我完全体会，完全体会，完全了解。就像我个性内向，但喜欢外出，对，就一样道理。对。你个性内向这一句话就怪怪的。我对不起，我们都在录影。好不好？你个性拘谨，喜欢咆哮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干嘛说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爱交友但难相处，你不觉得你是很有创意的人吗？我还好哎。啊？真的，所以就我常据点王，就是人家。哦，你是据点王。上节目他讲一句话，就人家不知道怎么接。嗯嗯。不会，我们这边聊得蛮好，蛮好的。就因为你主持功力高嘛。哇！其实我已经结婚了。没关系，我是同志。很高兴愿意侃侃而谈，蛮好的。对。继续。
的这项研究呢，哎，不管读任何科系的人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哦。他说呢，读经济啊、法律啊、商学院的人呢，通常的个性都是比较外向的。可是虽然外向，但是呢，他们比较自私，难相处。那所以呢，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觉得他们个性还蛮严谨，也不是那么 hold 到丁啊。那像是呢，如果读人文啊、艺术、心理这些人呢，他们是比较富有创意，而且呢，有开放的心胸，愿意跟大家多多的交流。所以呢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准不准，或有没有人默默中箭了。刚刚讲到，其实有很多行业啊，蛮广泛的，法律、政治、经济，包括医学也是。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位来宾也中枪啊。无医的好像也是这样。对啊，真的、哦。就是源自于所谓的 narcissism 这种所谓的自恋的情况，如果没有自恋，就没有高的自我要求。所以有程度的自私其实还不错的。对，有程度一个程度啦，就是你不要为了自利去伤害他人嘛。对对对，说得好，恭喜得到10000元智慧奖励，不错，快要破上次的记录，至少不会再丢脸了这样。因为这节目收视率很高，表现不好的话会那个。再三提到长滩岛走走。再三提吗？当然，2张来回机票。压力来了。来第4题，哇，可乐好。能喝可乐，所以你的肠胃有没有受影响吗？我现在有试着在戒，就是说降低糖分的摄取。以前是天天喝嘛，现在是不是试试看说2天不喝1天喝的？慢慢的就是拉长到中间那个，因为戒糖有步骤，如果说一下子戒那个整个断掉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很不适应的症状。这是你给自己最好的解释。对对对，不要戒太快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什么事都要慢慢来，是一步一步来。讲得非常好，我非常支持。常喝可乐，准备，请出题。常见的碳酸饮料可乐的命名原因是什么 ？A. 喝完之后心情愉快。B. 发明者姓名的谐音。C. 制作的材料叫可乐果。一定不可能是 C。然后喝完之后会心情愉快，发明者姓名谐音。我的答案是 A， 喝完后心情愉快。请锁定。你是三去法的人。对，因为可乐果是后来才有的，绝对，所以绝对不会是 C。然后刚好有一个果实，它刚好就是 Cola。应该不是吧？因为可乐的配方没有被公布过，所以就是它里面应该不是那个。所以我是也是根据我个人经验，跟上一题一样。所以这个我个人经验是，你喜欢喝本来就心情愉悦啊，本来就是。对啊，就是有一种哇，觉得人生都已经整个明亮了起来的感觉。可乐喝完后心情愉快，你认为是这个答案的举手。认为是发明者姓名谐音的举手。有，我觉得有可能。5个，有可能。因为卡在跟说，到底是中文的可乐还是英文的 Cola， 这点让我们很犹豫。万一是真的是答案是 A 的话，就证明我们5个为什么坐在这里。对，就 OK 啊，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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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们也是第一个就杀掉它的制作材料叫可乐果，那一定杀那个，对啊，这第一个就杀掉，这不可能，因为时间就不对啊。哦，时间点对，对，时间点都不对。他说的搞不好不是我们吃的那个，对啊，不是我们吃的可乐果。可乐果它其实是豌豆跟蚕豆做的。它是的确是一个果实，然后那个果实可以治疗感冒。可是我不确定它是 Coca 还是 Cola。没有 Cola， 因为 Coca 是商标名。我们可乐是我们看到中文写可乐，对啊，所以可乐，我这事儿可乐的嘞。对啊，所以喝完愉快就是中文解释啊。中文如果是中文的命名的原因的话，那我觉得就可能是 A。可是如果英文的话就不知道了。对，这是英文的。对，嗯，看到没有？你的一个反应引起广泛的讨论。常见的碳酸饮料可乐命名的原因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请揭晓。真的是那个是。正确答案就是制作的材料叫做可乐果。那这个可乐果呢？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在吃的那种饼干，它是在西非地区呢有一种果实，它就叫做可乐果。那这种果实呢，它里头啊富含了咖啡因和可可碱，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可以让你呢缓解疼痛，而且还可以有提神的效果。本来是当地人呢他们会拿出来咬的一种食物哦，但是后来呢传到了欧洲去之后呢，哎，那就有人开始把这个可乐果提取出来的汁液啊跟苏打水混在一起，就做成了可乐的前身。那后来呢可口可乐啊就拿这个配方呢去做后来我们看到的可口可乐。
乐。但是呢，因为可乐果后来被大家发现里头含有亚硝酸盐，很有这个致癌的因子存在，所以后来可口可乐他们就把配方完全改变过，都是用人工的方式来制作他们的可口可乐。那这个配方就藏在他们银行的金库里头，完全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但是现在可口可乐在全球的销量平均每年可以卖出20亿瓶。那你可以得到奖品哦，太好了，这奖品你会爱的。真的吗？是什么？请我们送什么礼物给他？来，恭喜阿苗得到的是木九十质感墨镜眼镜组。这个黑色板材的墨镜，雷朋造型，水银面的搭配，还有金属的鼻垫，很可以修饰脸型，又能够搭配你的服装。还有金属小框的眼镜，下圆上方多角度修饰，镜腿的木头珠珠更可以提升眼镜的识别度。恭喜，谢谢，你会非常喜欢。對對對，而且听说不止一副，有目前可以就是幻想自己在长滩岛这样，就没有了啦。来，下一回合资格赛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